各位观众，这个雪月一大师造型，这是一个735的，所以他动作一些都没有变，但是他回程是计划，他回程有变，哎，把这个面具丢下来，变成一个很大的这个什么东西，他一下子给他插进去啊，中出插入，我的天，把这面具丢下来，我的天，哇，也太丑吧，脱面具的样子真的是有够丑的，真的是，哎，开始，喂，这个，喂，大哥，这个砍的手感很不好，哎，大哥，怎么办？我觉得砍的手感很不好。他有种像精英，他有种接近精英计划的感觉，但是那个动作又不像，我觉得这手感好不太好，我觉得一开始给我印象不太好。Q 的特效我觉得对啊，没有打击感不够，打击感不够，我觉得这个开了一技能之后的打击感也没有什么打击感，就是不像剑仙跟经典造型那些，他砍下去真的有剑砍下去的感觉，他这个比较像精英计划。哇塞！你看看到没有？我开一技能跟不开一技能下去的打击感是完全。听不出分别的，你知道吗？完全听不出任何分别，就是完全是我开一技能跟没开一技能砍上去差不多。这对面来说可能是一个优势，你知道吗？对面来说有可能是个优势。好了，可以吗？拉下大大哥。哎，可以。好了，行。哎，他直接翻了。哎，爽。那可以是吧？啊，爽！我天，爽！我比较担心那个易大师从旁边冲出来，没事，你准备好过来。没事，准备好，我看等着易大师过来的时候我就来。我不能说他很烂，但是我觉得他手感没有我想，就是不适合我。我不是说他手感很烂，那么好是不是？我觉得不是应该说不太适合我。我喜欢那种打击感比较强的那种，他这个比较接近精英计划，你知道吗？不过没办法了，我今天要一整天全部都用这个造型玩，没办法，因为对啊，因为今天的标题是测试雪易大师，今天呈现都用。他被翻了。雪月手感如何？我觉得雪月手感没有我想象中的好，没剑仙好啊，就是它不会取代剑仙，我不能说它差，对啊，我觉得还行，我觉得挺好，但是它不能取代剑仙跟经典造型的位置，都说你是吧？它跟精英计划排在一起差不多，比较像是精英计划跟终极战士的合体。爽，那只有人跑这么快，我只能交闪了，好吧？零换三呢？爽，可以教我台语吗？可以啊，我现在只会两句台语，一个是你假爆了没，一个是没修改某啊，只会这两个。搞定，感谢这水稳挂回来，等我一下，完蛋来哦！我真的觉得曾娜应该是有问题了，被我弹死。曾娜直接被我弹死，被我弹到卡萨丁身上再弹死。哎，卡萨丁杀掉了，我的天，好吧。哦，搞定，完蛋！Why are you running? Why are you running? 我真是穷追不舍呀，这个人，哎抓，哎锤，受死吧，真是可悲哉！
轰轰！被电到电死了，把阿丁烧死了，小心。蹲，这个位置蹲的好，爽，这个蹲点蹲的好，这个卡视野，细节。啊，我的我的，几炮到几炮到，对吧？哇，这个跑的真的有够快的，真是好吧？哈，累了累了，对对对对，太爽了，真的是。没有，这波是我的太爽啊！你有看到吗？有，看到我的阿吗？有，定全不然爽，哎。钻石喽，小号本账也钻石啊！我现在有两，我现在三个账号里面有两个都钻石啊，太爽了，真是。哇，差一点！哎哎，居然死！好漂亮，还是死了？哎，红中红中伤害很高，完蛋了，你想？完蛋！哎，这这他这么过来剁了都可以吗？哎，我 Q， 哎，我没 Q 出来。就那个介绍那里啊，那个介绍那里。什么意思？他直接，他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他可以这样了吗？这群人真的完蛋了，我要死了吗？可以这样了吗？这群人，躲掉！给个加速，给加速那个，受死吧！你们几个人 ，Holy shit！ 可悲仔，真的是。哎呀，认真吗？什么？我先杀这个 AD。哎，没事，先死。哇 ，Q 不出来那个。没事，受死你们几个人。哎，哇，跑得超级快，真是。好快，好快。哎，派克，派克，我就可以杀这个派克，等我一下。一波倒吧，过来吧，一波倒。好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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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波倒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这还到志愿谷巨龙，还是一波倒，一波倒。我敢不敢叫朋友玩 low？ 佢哋全部都系玩玩 low 嘅，但系而家冇再玩啦。喂，你认真吗，朋友？喂，不是、啊，你真的，可以吧？喂，但是我被晕了。你先拆塔，大哥，先让我拆塔，先拆塔，拆塔，拆塔，拆塔的。喂，完了，没事，我有，没事，我有复活甲。GG， 爽，双龙，双龙合璧，天下无敌，我天，给谁？给大 B 啊？